元旦大朝会，亡国来拜。万不能失了仪。元旦大朝会，亡国来拜。万不能失了仪。 受尊所，官家才一出生，蓝慧莲抱都没能抱一下自己的孩子，便被挪出了刘氏寝阁。自此。 官家是刘氏为大宋所生的皇孙，而兰慧便是个与小皇子毫无关系的工人。官家登基那日，他向所有嫔妃一样向官家行礼。何为孝？子曰：生，视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；祭之以礼。 第二绝，奏甘露之曲。